Hi, welcome back. In the previous video, I introduced the 葫芦丝. Today, we're gonna learn about four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and listen to some hit songs. Let's go.古筝，古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，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它产生在战国时期，流行于秦国，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地区。它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，因为古筝的音域宽广，音色优美动听，被称为重乐之王，也被称为东方钢琴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古筝的声音好听吗？我觉得它的声音让我很放松，感觉自己穿越到古代，和朋友在酒馆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欣赏着一位美女或者帅哥弹着古筝。笛子。笛子是最古老的汉族乐器，大概有7000多年的历史。笛子用天然竹材制成，所以也称为竹笛。笛子的表现力非常丰富，它既能演奏悠长、高亢的旋律，又能表现辽阔宽广的情调，同时也可以奏出华丽的舞曲和婉转优美的小调。它还能表现大自然的各种声音，比如模仿各种鸟叫等等。
你喜欢笛子的声音吗？每次当我听到笛子的声音时，它都会让我联想到古代的武林高手。笛子既是他们的乐器，也是他们的武器，非常酷。他们还常常用笛子发出暗号，召集他们的朋友或者传达他们的信息。琵琶。琵琶被称为唐拨乐器之王，它是中国民乐的主要弹拨乐器，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琵琶是木质的，音箱是半梨形的，它有4根弦。琵和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。琵是右手向前弹，琶是右手向后弹。琵琶音域广阔，演奏技巧繁多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。演奏时，左手各指按弦于相应品位处，右手带夹指甲拨弦发音。在唐代时期，琵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。当时上至宫廷乐队，下至民间演唱，都少不了琵琶。琵琶成为当时非常盛行的乐器。你对琵琶的声音有什么感觉？你喜欢它的音色吗？每次当我听到琵琶的声音时，它都会让我想起很多经典的古代诗词，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《琵琶行》中非常形象地对琵琶演奏这样的描述：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二胡。二胡是我国独具魅力的拉弦乐器，它开始于唐代，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二胡只有2根弦，称为内弦和外弦，所有的音位都是从弦上发出的。因为它只有2根弦，所以取名为二胡。虽然二胡只有2根弦，
但它能发出广阔的音调和模拟各种声音，既适宜表现深沉悲凄的内容，也能描写气势壮观的意境。音色接近人声，情感表现力极高。怎么样？二胡的声音给你怎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二胡是一个神奇的乐器，它的声音很独特，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All right, there you have it. So what's your favorite instrument?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.And if you want a summary of this lesson, you can find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. 好了，我们下次见。